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咱岛的风水。各位十方圣地仙，大家好早。咱一个人两个人中间的对待，君甲民的对待，啊，政府甲政府的对待，国家甲国家的对待，团体甲团体的对待，咱拢是优劣。啊，优劣者必有得啊。无劣者必有失。咱现在是科技进步的时代，科技进步的时代咧，要是离不开咱的本性是劣。尤其咧，咱劣咧对待他人以外咧，对待自己的良心，这个劣更加重要。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呢，时时甲咱提醒咱学习太极，啊，咱的八卦太极一阴一阳的法则。咱若是对咱的心嘛好，对外嘛好，对亲戚朋友嘛好，对咱家庭任何一个人，咱的礼非常的重要。既然咱大家人甲人中间都来世间都斗阵啦。这嘛是真有好的缘分才会斗阵。咱在这个国家内面，咱嘛是真好的一年，咱才会共一个国家共同来建设着咱台湾这片的净土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，伊留个来个台湾这个所在咧，啊，因为伊伫香港。啊！伊到咱这个节目伫香港拢有看嘛，啊有看的时啊，伊就来到新闻室来啊，来到新闻室咧，哦，伊一直一直在赞叹着王禅老祖传下的妙法，啊，即拢无私心，将一经甲风水的妙法咧，尤其这本咧，吼、哦、风水的妙法，拢无保留，将真理妙法。甲传出去，这位信徒先生啊，啊，伊含因太太来，伊就自己心内真正感动讲，师父，阮伫香港要学易经甲风水，确实也学得真个真少。那么我在电视中听你伫讲，伫开始咧，我而且咧，我嘛用钱来划拨来请一本。小小一本呢，已经就将我的问题拢解决掉去啊！所以我今日特别要来感谢着王禅老祖的庇佑加速这个发布予咱。那么，请问师傅，你是安那拢歪保留？哦，保留一挂这个妙法啊，为着你的饭碗嘛好，或者未来个你生活嘛好，你哪歪保留？我有啥子保留咧？这是恁每个人大概拢有诶物件，只是恁大概拢未记哩嘛。所以未记哩，造成着咱一个人伫世间诶无奈啊。哦，所以我必须要全部公开于世上，我无啥物好保留诶所在，嘛无好啥物暗藏嘛，暗藏着我无自卑嘛，暗藏我着无力嘛。我应该以礼相待，我对法用礼来相待，来尊敬；对大众，我嘛爱用这礼，以法来回国于咱的朋友底下，以法来回大众，以法来回心，
这嘛是你啊，就是两阿母咧，听着非常的感动。我师父啊，我等下香港，我会阁继续阁弘扬，好，咱师父这个贵国主的心法在台湾弘水学的工作，啊，这是贵国主心法在台湾。啊，杨铁洪水学的工作，这本呢是咱中国呢，啊，咱的妙法真理，一项简单的真理妙法，啊，讲出来，大家用得到，你用得到者，必有益于大众。这嘛是我例行的一个例，所以咱伫世间万行代志，咱达至明自闭。孤僻，一个人啦，孤单孤僻的时，咱一生过得非常的痛苦。原因就是安尼尔嘛。我得到一个哦法宝，哦，我的宝莲呢，哦，你要爱创啥，我都爱偌济钱。吼、哦，你要爱我甲你斗啥，我都爱偌济钱。千错万错，这个法宝每个人有，你会拄到这个人的因缘，甲你多生一定有白囝白母。啊，是母阿囝、母阿囝，啊，顶顶一好姻缘存在，咱今日这世人才会相当。所以各位啊，咱爱了解的是，咱会过得真正心安、真正幸福而快乐，这就是你。所以各位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咱的念头，你在咱的行为，咱的表现，拢是离不开着你。也是咱对。这个东西、哦、我保守，我一定要直直避起来，现在想尽办法要来偷拿这个东西，偷拿这个法宝，偷拿人的钱财，骗人的钱财，劫人的钱财，拐人的钱财，乌龙蛇道的事，你即是无礼，对自己良心无礼，对咱的祖先无礼，是啊，对神对圣无礼。那么咱做人有啥意义？无啥物意义嘛，咱所存是一点良心命嘛。那么这咱就是废人一个，咱想尽办法要来骗人，想尽办法要怪人。咱像现在常常用个电话，哦，我这是电信局要创啥，还是邮局啥，银行创啥？哦，卡电话讲怪讲骗，这拢是无礼的人。你所得着啥物件？得着一个罪过而已尔。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咱即个变成一个悬挂孤独废疾者，哦，咱就变成残废的人生，有啥物意义呢？希望各位是奉神理心，咱多听圣贤之真理，自我反省检讨，一定即是你会再实现。教育是方成之先。今日是咱土地公的生日，圣诞。不管是圣道，还是出世，还是天空，这拢是在开始咱人爱敬神。会晓敬神的人，伊一定会当敬全民。未敬神、轻视神的人，这个人呢，伊未达最未起。敬到大众，未敬他人。尤其咱国家的领导者，咱爱要敬神。若未晓敬神，你讲会晓要敬百姓，我就唔相信。啊，所以咱今日托你讲先，咱啊今日呢，咱大家闹时间者，穿着香、花、水果。糖仔饼、米金纸，咱去甲土地公拜拜，而且福德精神土地公专施，咱只供养的功德来回向予咱的护法神、守护神、路头路尾好兄弟。而且呢，咱拜土地公的时，咱袂使讲去，赶了就走。这唔对去啊！这原因出在过去咧，都有一个人啊，
啊，伊就去拜托你讲，啊，厝里咧，向红伊个灶啦，伊个鼎，火未是去你切，所以啦，啊，伊去拜的时候啊，哎呀，我厝啊鼎火无切，吼、哦，伊就紧咧拜拜的时候赶咧走。人家问我你还紧就安尼走？哦，拜托你讲，袂用拜伤久，啊，两走赶走才会发，是这个列出来。所以要的人来拢，哦，我拜托了，肯呢，啊，就赶咧走，将心比心。人赶物件，互你，要互你食，你都目面还袂乌起，目睭袂看见呢，就赶咧走。这敢有理？这无理啊！所以爱有智慧啊！那么咱今日要拜托你讲，爱虔诚的心，三生修理，不是托你讲给你吃的。三生修理，咱仰仗福德精神，专施给我的护法神，我的守护灵。好家完成这主，好我完成这主，好家所有好兄弟因有他吃，这即是你。咱若有你吃，你等于事业啊，灵魂世界，这好兄弟合法成就，都由你来对待咱，到保庇咱啊。所以各位入风随俗，入境随俗。那么入这个门风，也是社会的风气，因为生存的文化价值。若是咱若了解着这个文化价值的时，咱依照文化啊、哦、风俗，咱的礼敬就形成，嘛是礼敬着咱自己的心啊。咱拜福德精神土地公，是启示咱，咱唔通干咱目睭酷酷看天顶看大神，大神无咧干咱插。咱若有大灾难的时，大神予咱智慧解决这只问题。但是当下咱每一工生活的问题，拢是息息相关，所以咱爱有礼，有礼。才会当共同来开创咱一个事业的成功，事业的好海。所以今日呢，哈，咱过五十以后呢，或者录音一点以后，或者录音日头上中午是顺凉，一点以后的录音滴落。咱拜托你讲呢，咱上方便是录音以后，录音以后呢，咱一个好兄弟。拢会来，咱的完成祭祖拢会到，吼、哦，咱的护法神像拢会甲人嘛会到。咱在这个时阵来拜托你讲，啊，托你讲咧，福德精神来照着伊的神通力、伊爱心，将咱祭拜转世。那有的人啊，不用烧金纸，我什么佛的、什么道的、什么教的，吼、哦，咱不用烧金纸。千错万错啊！你认为讲啊，佛祖面金纸，咱所拜佛祖面爱金纸嘛？是咱的孤魂幽灵、护法神像、五路的好兄弟，因爱金纸之光，照耀着因的心田。哦，是这个用意嘛？那么各位啊，咱拜托你讲的是，哈、啊，咱都用三心。用酒呢？先爱三星呢？鸡啊、猪肉、鱼啊是安怎呢？因为咪托你讲安尼食的，咱的弯弯折折，咱的鸡鳞盖，咱的护法神像，吼、哦，路头路尾，咱公司门口，吼、哦，店门口、厝后、内面，即地基柱、地基梁，吼、哦，咱的厝前、厝后无事孤魂男女，咱仰仗福。的精神，将这个给咱专师来供养祭拜，这也是你。啊，金纸的修法，
寿金、福金、土地公金、四方金。啊，这三项呢，第一寿金福禄寿，啊，第二呢福金，咱有量就有福。好，甲咱提醒，咱的灵魂世界合法心中一定爱有量。嘛，提醒咱家的爱有量，自然就有福。四方金，咱四方，咱所供养是予咱这所在四方的路头、路尾好兄弟，甲咱有缘的好兄弟等等，因会当纳受着福德精神的转世，因会当心开意解、鼻腔肯达婆，会当得到这个法味，而且会当速速往生净土，享受法缘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福德精神在天台，大法慈悲降下来，五顶一心虔拜请，得求四福以消灾。福德精神在天台，大法慈悲降下来，五顶一心虔拜请，得求四福以消灾。搁一遍哦，福德精神在天台，大法慈悲降下来，五顶一心虔拜请，得求四福以消灾。这就是咱拜福德精神土地公，咱香举起来爱念的四句偈。啊，这四句偈是咱甲神、甲福德精神、心甲心接灵、接心的名法，嘛是一个礼。若是咱要无了解这个情形的时，各位，哈，恁以后会使哩来咱神律师。好，咱啊，或者咱基金会，咱来请只福德精神真经。好，福德精神真经呢，好内面呢，好咱的经文非常非常的殊胜。那么福德精神呢，好伊呢，这里好所有一切呢，好那么精言妙理拢在经中。那么现在过来，大家再看一下哈。啊，圣神呢？咱而且福德精神在天台，哈，大法慈悲降下来，哈，重点是五顶一心虔拜请，得求四福以消灾。能拜神，这就是上好的礼。一日来奉请福德精神，一定会降到咱的家中，降到咱的身躯边，降到咱的心田，赐予咱有这个智慧，会当消灾解厄，咱人生事业都会顺遂。这对神嘛爱有礼呢，神毋是爱食咱的物件。咱拜拜了，咱嘛挂灯会家己食的，买一粒水果500块遐尼好，你拜托你讲煞，你嘛是提灯家己享受去食，福德精神佫甲咱加持，咱食了佫平安呢。所以我这些年来，看到咱真侪信众大德，啊，以公司的工厂。啊！伊福德精神呐，托你讲，伊若供养着食，真正虔诚来供养的是，伊的事业是成功的，啊，伊的员工是和谐的，人甲人中间会当以礼来相待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，一处咧工厂原来做了真顺事，原来咧啊，伊的事业还可以。有一天呢，心血来潮，伊就请先生，甲讲啊，先生啊，我要按土地公了。啊，土先生就啊，你的命土地公爱坐什么向的？爱坐什么向的？所以伊土地公伊就请大家，伊嘛无开工点干啦。
啊，无开工点眼呢，伊就揣请庙里哦，迄个土地公庙咧，啊，香烟拿拿咧，请当就坐咧就拜啊咯。咱拜土地公，按土地公有诶两种土地公，一个是假主人，一个保庇主人诶。结果咧，伊按咧按着假主人诶土地公，假主人土地公是孤魂幽灵。哦，孤魂幽灵咧，啊，一切都毋是正土地公来制作，表面上迄金尊就是土地公福德精神，但是内底灵魂所制咧，即个咧，吼，灵魂界是好兄弟，来个咧就要食尔，我都保庇你的事业。伊来甲我师傅啊，我是安怎土地公安了咧，事业直直零零清清的点的，我都用我甲卜卦。我阿弥陀佛讲白虎明当，白虎当者不知伤财呢，也伤车。咱比如我向安尼去，啊，所有的机器、钱财、长城、机器，平平平平拢伫虎明，拢伫正明。正明是伤车的伤财，伤财就是伤车。你事业当然袂顺失，太太身体直直歹。这是一定的道理，你讲舒服啊？哦，我唔知是甲托你讲得失是不是安尼？托你讲未计较你的得失哩，未甲你计较，只是你家己的风水妙法你唔对起，违背着风水，违背易经易经理，所以影响就是你事业未顺势，速速换位换多边会叮当。你讲现在我太太伫伫病院。哦，真严重，严严无病，人四肢无力，哦，耳啊轰轰叫，头壳来脑海来咧，拢是有听人伫讲话。这是啥？我这就是你的福德精神，你按唔到位去啊！速速，你等下换别个位，反正伫你两边叮当的机器，安尼就好啊。要安法咧，我有一本。按托你讲，诶，安神诶原则，内底有咧，吼，那么你就请等下开始按，啊，等下咧，吼，就看着好日，重新按了以后咧，吼，太太煞直直好起来，我咧听到呼呼呼叫咧，啊，煞无代志啊，都直直无去啊，啊，生理开始直直稳定落来。所以福德精神大神大道，伊要甲你保庇，你若按唔到嘛，我都甲你保庇。这就是咱爱捌一个理，理就是法。咱若无咧这个法，唔知道这个法，所以咱唔知道这个理，一时啊，咱自己烦恼会作些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唔好讲法啊，师傅拢咧讲风水安尼啊。啊，事实上呢，风水。啊，就是咱人生活的方法，风水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风水。那么生活甲风水中间，甲倒是会咧？这也是咱《礼运大通篇》内底所开始的。哈、哦，那么一切法拢是咱生活之中。